格夫被 nerf 整场局，感觉是尤格或提卡特斯，感觉是提卡特斯哦。我们上一场是第几名啊？我完全忘记了。六吗？还是五？好像是六。闹翼那一局有奖品吗？等我们中间还打了 一局某个东西第四名吗？我就忘记了。哦，还有同虚，对。趁胜追击呀！不要。同虚有奖品，星号代表是奖品局，闹翼也是奖品局。哦，这也这休眠三回合其实差超多了，超慢的。守稳带要玩猪了吧？没有什么道理不玩猪的感觉。你的表现相很早的那个，他碰四哦。这是什么鬼？
OK 呀。Perspective, I'm the deepest in the cut. Everybody tuning in, but this is just for us now. We know I ain't balling. She quite. Oh no, I don't call him back, girl. Let me see you hold it down. We gonna have a black. 我不知道，我有点疑惑哎。说实在，这样子的话，我是要玩海盗喽。玩海盗吗？因为我等下要升，我等下要抢四吧。所以除非等一下版面上有他是鲁路修哎、欸除非等一下版面上面有好的猪，不然什么有什么好的猪我才会玩野猪啊，要两只好的猪哦。对，没有好的猪，我们可以先筛。OK。OK。哇，太多人抢四了吧！你见过探险者协会的人吗？他们人超好，长得又帅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先碰起来看是不是，你这样到底叫什么东西去啊？霍格尔船长。如果是霍格尔，我们当然就玩这个了；如果不是霍格尔的话，其实我们会有一些问题。碰六没有碰五啊，碰五。碰我玩霍格尔，趁胜追击呀！碰我吗？这样应该是碰五了，吃了一点伤害，而且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神行第七轮，应该是碰五。阿葛金哦，应该是阿葛金，不然就慈悲。天啊，全部都在他身上。嗯，咋？转阿葛金啊？他在玩鱼人哦。搞不好应该拿一张破盾。OK。非常帅气的鱼人，他碰六哎。胆大包天，正义的十二点伤害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。发现一个当前旅店手下。
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我听天告，然后倾倒。我应该没有错过圣盾元素吧？刚好血量够。哇，真的是他正在玩风不折，天哪、啊！要玩光牙吗？我们已经在玩了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T9，T9，一二三四。说实在，这次比较多 buff， 对。我们要宝石，等下应该这张走，干。或是海盗走了。No， 差一。No， 差二。围爆开。那牌有我们要的牌吗？有墨具是我们要的。对啊，这宝石延续比较问题比较大。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其实攻击好像比较重要，拜。机械哦！哇，太多加鱼人了，有点太多加鱼人喽。破个盾，感觉要走嘞。这家伙的弧城是什么样子啊？
趁胜追击呀、啊！不要。没有死啊，原伤害很低，还是我们刚好死？没有，我们剩一滴。啊，前四，我要想办法再撑一轮哦，感觉有点难。我们只能祈祷杂仆有用。没有鱼，要想办法找宝石吧。可以的话，最好雇佣一个手下。零宝石，祈祷杂仆有用。碰光牙，想办法找獠牙，没找到獠牙，没有宝石，爆炸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可以再撑一轮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用冰箱撑一轮，就有不错机会可以前二。可他的输出作战也没有很高。好像赢了，自以为很糊，很糊嘛，很糊嘛。你以为你很糊是不是？杂仆惩罚你啦！他是死啊，他没有死吧？差一滴，很糊嘛！以为你很糊是不是？回访客发现一个新的英雄的意思，一个有放飞行钢手枪，然后手枪并赋予他加二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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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怎么样活下来？这不是寒冰屏障。好、啊、像一个旅店等级六手下吧。No 啊 ，No 啊，这个没有办法、啊。他是不是也在玩那个流派啊？他会不会也在玩那个流派？我是要赌他也在玩那个流派。阿缪尔。可他有靠别人22，所以他应该有点，他也在玩那个流派。干他乱敲，他可能会出事。干一个杂仆统治天下，这是什么状况？
地方的杂谱向你问好。Oh my god， 他是鱼人憨儿。鱼人憨儿，大家要把这个丢回去了。阿葛金，shit。好像没有很强。敢我把他，我帮他把荷兰人干掉，我现在要被收头了。现在要被收头了。赞，五，撞得好哎、欸，吃了，十六发吃鸡，完美撞击啊！完美撞击，我们只有31%平手啦，31%平手的话，留那个獠牙会比较好啦。嗯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要不要找烧，还是要找盾？嗯。赞赞。